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还给我了？啊！你非得还给我了？不是，又还了呀？你让谁还给我的呀？哎，你让谁还给我的嘛？那吴总的嘛，就是老是，今天也是3万，明天也是3万的。再说了，那个时候是你自己给我的呀，对不对？我没说啊，所以说我承担，我承担没有跟家人们说过这个3万米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但是你非得跟直播间的家人们说你还了。不是黄了就黄了呀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聊这个了，好不好？都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。这种饼你吃过吗？我给你寄一点。他说给啥？没有寄过，没有寄过啊？我没有寄过你这个。好吃嘞。他是哪里的人？啊？他是哪里？你要多吃饭，看你瘦的，我天哪，几天不见瘦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家人们，他都不让我谈，知道吗？他都不让我谈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？他都不让我谈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吗？你们能看不出来吗？难道？你看，明明爱你的又在那。不是你不要跟我，不要整天说一些有的没的，行不行？你要是有。不要跟他叫，我不提这个事，你也不要提这个事 ，OK 不？这不提了，别提了。对啊，那你不要说这个事情嘛，那你非得让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都告诉我，你把那3万米还了，非得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你才开心吗？我还了呀，那我还了呀，对不对？还没还？还了。哦，这是你还过来的、哦。啊。不是，我可以不跟你说那个事，但是你不要跟家人们说那个事。好了，当初是你们啊，我好心好意的跟你们说二妹有问题，你们不相信我，然后后面一一打脸，知道吧？不经我的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人家现在有问题吗？人家现在挺好的。我像个熊猫一样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就是，咱就说实话，是不是？人家现在就很好吗？现在很好啊，好得很。啊，他也跟那个女孩子认识是吧？他是最大的帮凶，那个时候对我最不好的这个。他，你怎么对他不好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好干戈为玉帛嘛，对不对？吴总，请你吃个饭。不是你问一下他，我哪里对他不好了？你问一下他。他吃的饭是谁请的？我给的米是谁给的？我对你不好，你告诉我。天天你叫我的嘛，让我给你个面子是不是？你那么大个吴总，你来叫我吃饭，那我不去的话，你很尴尬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没说过你啊，我在直播间说过你没有吗？我也没说过你啊。家门口菜不是这个时候说用的好吗？来连我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来连我干啥嘛？不是家人们都说了嘛，都跟我说到3万米，你以后就不要跟我扯这3万米，好不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不要跟我整天跟别人说的有的没的，谢谢我。自愿给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现在还一直计较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格局就打不开了。说到这个粉丝，知道吧？我说啥了吗？你没说啥呀，那就别提了。这个十一什么十二，这个蓝色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逮一波正能量，逮一波正能量。这个我要让他们点一个小星星呀。你让我。完了，完了。你现在混得好呀，现在都不用吃泡面了。你要不要来嘛？叫你来一起吃，你又不吃、啊。朋友，大家姐，我没有这个面子，我没有这个面子，我也不想。我姐姐是无辜的，她不知道情况，知道吧？嗯。嗯。那么大为什么坑你？朋友，好姐啊。娘，你不要再讲，说话不要那么冲嘛，大家好好讲嘛。他坐远了，我刚模糊的。走。你跟他聊一下。啊！来。我都不知道是谁，我都害怕。我来了，你现在有人了是不？妹，直播间多少人嘛？
黄毛，怎么了？你干？哎呀，他是怎么了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实力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，这是手机啊，你看一下。来，这是手机啊，你看一下。啊，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实力啊？怎么了？这是我手机啊。啊。看一下什么叫实力，知道吗？你是 P 图吧？我 P 图，对，我退出来的，我给你 P 图，对。家人们，我给他 P 图，你自己看，我退出来的，我给你 P 图吗？但是你不用这样，是不是？你这样是在侮辱我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年纪比你小，知道吧？懂我的意思，所以说不要那样子，懂不懂？你有的是金钱，而我有的是我不在乎你这个，懂不懂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你的金钱，但我有我的时间。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。